迪宝斯基走啦，西班牙可唔可以做翻地上最强呢？梅古鲁沙出局，翻翻去打泥地得唔得啊？曼联想有翻以前咁劲，揾伊巴啦。体育系如何回到当时？如果可以翻翻過去，迪寶斯基應該會想翻翻去上屆歐洲國家杯嘅決賽，贏得幾咁瀟灑，幾咁有霸氣。而家如果可以翻翻去，美斯應該會想翻翻去美洲國家杯射十二碼嘅嗰一刻，佢應該唔會再射高波，唔會再炒飛機。而家如果可以翻翻過去，梅古魯沙應該想翻翻去贏法網冠軍嗰一刻。連外星人世威都可以贏到，而家如果可以翻翻過去，我會翻翻去。如何回到當時？那會時間逆轉的約時，而家。大家都知道我是在泰國的，但我最近收到個電話，有個肥仔，即係我哋寫稿，睇我係寫咩位啦。佢同我講叫我同意大利攞定啲位置，咁我話撐意大利嘅。不過我自己講就好似冇乜說服力啦。我找個我哋嘅學生啊，睇下佢對德國咩睇法。呢個知德國嘅，對德國咩睇法對意大利？梗係睇好佢啦，德國。點解？因為德國數師中強。分波能力高，而且德国佢仲最出名嘅咸猪手，同埋德国亨啤可以带翻人支持德国，增加人哋士气。你睇佢谂咁耐，知冇预备啦。德国之前我都好中意嘅，但系冇咗南澳之后唔得，成个防中好差。因为南澳系可以踢防中啦，踢你集啦，所以佢之前嗰、那个。在防守對德國嗰條防線是很有用的，這個我是一個球權家身份上帶聲音嚟講嘅。至於意大利，以前麻麻地啊，不過冇咗派路之後，雖然派路是我一個很中意球員，但冇咗佢之後，佢哋唔再需要打聯防。在今屆歐國杯，佢哋喺一個一對一防守度做得很好，喺一個人驚人再加一個逼搶的情況做得很好。所以睇下佢而家失波嘅情況，如果我冇記錯係零失球嘅。所以再對德國的時候，只要上半場守得住德國的攻勢，我相信下半場他們在個反方面是一定會抽，因為他們入球的球把握機會很高，所以你對鹹豬手我相信拜拜了。跟觀眾說聲拜拜吧，拜拜。在上次的時候，我的妹就說了她在出隊的時候很喜歡帶個帆煲仔，而我就很喜歡帶個水煲。我很喜歡帶水煲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可以一起打邊爐，我整班隊友在外國的時候打邊爐其實很開心的。另外我很喜歡吃韓式的即食麵，韓式的即食麵，因為韓式的即食麵裡面其實有一塊銀色的東西，其實可以倒熱水下去就這樣吃，是韓國的朋友教我們的，咁我哋咧都採用咗，但系咧我哋發現咧，原來拎住嘅時候咧都幾熱嘅喎。咁咧我就自己諗，就整咗個食面神器翻嚟。咁我自己整嘅啫，係一個紙皮嚟嘅。咁拍呢個位，然後咧呢度有個榫位，我將佢拍入去，嗱就係咁樣。咁之後咧就將個面塞入去，然後咧就開蓋啦，倒啲熱水落去，攞個碗自己夾住。之後就倒啲水去，又可以食撈麵啦，又或者就咁食湯麵都好好。咁咧，我之前喺斯洛文尼亞度打比賽咧，都係全靠佢同呢個神器，我先可以拎到金牌嘅咋。唔係有好多運動員可以有機會進入奧運會呢個四年一次嘅舞台。Christy 將會首次出戰奧運。希望佢唔會有太大壓力。
其實很多人都問過，究竟我的奧運係目標係咩？其實不停都有少少不同的變化啦，因為又有蚊患的影響啦，因為人人對蚊的影響又不同啦，又會看下當時的氣温啊，同埋嗰條路咧，好似教練話齋，唔係想象中咁好跑嘅。咁到時而家我都會繼續 set 一個目標俾自己，希望可以跑到兩小時34分，名次上都希望可以30名或以內。咁但係當然啦，我都好睇臨場的發揮嘅，咁我都會不會自論陣腳的，但係都會希望做到最好。Oh, I hope she can learn under 235 in the Olympic Games and make new Hong Kong record. Hopefully, place, you know, better place, you know, top 30, 50, under 50. Okay. Christy 的目標就是香港人的目標。八月奧運，香港人會同 Christy 一樣。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杆直跑。這個世界，健康繼續努力啊！啲人話香港人咁現實，夢想又唔知結果嘅嘢點追啊？我偏偏就係證明。好似我一個咁普通嘅香港女仔，就算曬到黑掹掹，就算辭咗份穩定嘅工，就算有幾多人話咁做係冇前途嘅，但我決定咗要做嘅嘢，就冇人攔得住我。個個人話我已經好成功，但我覺得。我只是刚刚起步而已。前排我哋两位女神级女嘅主持啦，女主持啦，姐姐同埋翠儿咧就去咗法国，佢哋去做咩咧？除咗去睇波之外咧，亦都系将我哋香港嘅睇波文化。帶過去法國，俾法國球迷認識一下我哋香港究竟幾中意足球嘅，所以咧我帶幾句大家都知道嘅金句俾大家。而呢幾句金句咧，可以話全部都大有來頭噶。分別有邊幾句呢？就係、是、哇！呢、這個真係超級大傻仔啊！佢話我嚇你自己認咋？邊度嚟㗎？呢句係呢個咧就話説咧有一場本地嘅波喎，咁咧個旁述咧喺個球員咧使出倒掛金鈎嘅時候咧，突然間講哇！呢、這個真～超級大傻仔啊！因為咧個波咧踢到冇雷公咁遠咯，佢就話：哇！你估個波識得自動導航嘅咩？就係呢句咧話：哇！40多碼，腳面拉弓直射破網，神奇隊長 Mr. Fabulous 謝拉特呢一腳仲唔係神奇頂級超長？我覺得佢演繹得真係非常之好，係完全有原汁原味嘅感覺。嗱，有呢句咧就係已故嘅伍方榮先生講嘅，大家都知道噶啦，波係圓嘅。而呢幾句説話咧，同大家講啦，其實唔夠 airtime 嘅時候咧，真係好好用噶。可以突然間講句，其實咧波啊真係圓嘅。你呢個超級大傻仔，冇錯。你話呢幾句係咪真係神奇頂級超長啊？大家記住點用啦。仲有呢一句。找一下先，喺度。體育係好睇，黃主持講。波也有變，波還有變。仔好仔，又係。I need it, I need it wrong。體育係，體育係好仔。Yes, I need it lik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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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仔又嗨，好菜。The football is a circle. So the meaning is ball. Yes, ball 系圆嘅。咁啊 ？Ball 系圆。ball 系圆嘅。Yes.Yes. Yes.
波蟹用嘅。Good. Thank you. Okay, it's very easy. Okay. Anita Lava Latina. Amazing. Amazing. Okay, so super. Okay, amazing. Super. Amazing. Amazing, because, super amazing. Because in Chinese we have many words to describe super. Okay. Yeah. Excellent, super. Amazing. Amazing. San Ke Ben Cap. Chiu Cha. Chiu Cha. Yeah. Pan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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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 cup. Future. Pancake. Pen cup. Future. Yes. Pancake. Sen cha. Future. Okay, again. Pancake. Sen cha. Okay, again. Pancake. Pen cup. Future.好波不妨，好波，好波不妨，不妨一睇，一睇，再睇，再睇。OK， 好波。I'm sorry, this is kidding me. I'm really sorry. No. Maybe this one. Maybe this one is easiest. OK。體育係。體育係。好睇。好睇。Yes, that's it. 體育係好睇。好睇。Two. 體育係。好睇。表演。6月26号，上个星期日，希望大家记住呢一日，因为呢一日就系何浩伦第一次领导 AWGC 轻量级冠军嘅一日。冇大家嘅支持，我绝对系拎唔到呢条腰带。呢条腰带对我嘅意义非常之重要。我是第七代的 AWGC 冠军，之前拎过这条冠军的人有新加坡，有台湾，有日本，也有香港本地的摔角手，而这一条腰带也去过很多国家，甚至乎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一些国家去做腰带的卫冕战。今次在我赢到这条腰带之后，我会拎住香港的精神去到美國，去到全世界，為免呢條腰帶。我希望各位，無論你中唔中意摔角，而家你睇緊呢一個節目，我就希望你支持我，支持何浩倫，支持香港運動員，支持香港摔角，多謝你。話說嚟緊星期六日就即係深夜嘅時間啦，就有埋最尾嗰兩場歐洲話杯八強啦嚇。講起嚟咧，即係睇一場少一場啦，所以大家真係要好把握啦，即係要可以睇佢睇埋佢，尤其是兩場波話題十足嘅咁啊。比利時德威爾斯係咪粒粒皆星啦，兩邊都有啦，唔使多講啦。我主要關心嘅就係星期日深夜、星期一清晨三點嗰場，因為嗰場波咧就將會法國咧主辦國咧對住。冰島啊，係咪大家都關心冰島咧？講起呢場波咧，大家應該有唔同嘅心思係咪？其實咧，即係手掌係肉，手背都係肉。法國咧，主辦國咧，作為我哋睇波嚟講，梗係好想繼續留低啦，因為有佢哋咧，成個城市嘅氣氛都會好好啊。咁加上法國好勁噶嘛，好多人係咪都好想繼續留低，咁啊睇下皮爺啲有冇世界波啊，咁啊入下啊嘛。但係冰島而家成為咗世界嘅寵兒啦，係人都中意佢，係人都覺得自己係弱小嘅國家，係人都覺得咧自己俾人恰，就完全代入曬去冰島。無論你個國家個城市有幾多人，都覺得自己係冰島，人人都當自己係冰島。咁你話冰島點可以輸呢？嗱，原來話成十二年前咧爆過一次冷嘅希臘啊嘛，希臘再之前嗰十二年咧92啊丹麥啊又係爆過冷嘅，咁唔通今屆真係冰島？手掌係肉，手背係肉，我覺得咁啦。即係冰島其實咧，去到邊一個階段出局嘅話咧，都係大贏家嚟噶啦。所以俾條生路，法國行下得唔得啊？有乜嘢咁出奇呢？係咪先？其實諗諗下咧，體育係安排啲主持組合咧，都幾得意嘅喎。好似琴日咁樣啦，就由美少女戰士，哇！
過唔緊要，我哋今日都有微笑男戰士喺度。講笑啫，其實咧，我哋三位咧都有個共通點嘅，我哋三位都係武林中人，在下打空手道噶，在下係跆拳道，我就係摔角天王。擲一不如撞一，既然我哋三位都喺度，不如我哋今日一決勝負咧。誒，但係咩嘢？嗱，你諗下喺啲合家歡嘅時間，唔應該喺鏡頭前面有啲咁暴力嘅行為出現㗎。咁又係。所以兩位兄台，請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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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鋼腿啊！明教天腳。哎呀，貴波氣功。